嗱，我依家就唔去咗港島區啊，依一座咧係遲少少起嘅九龍國金中心。咁啊，頭頂就冇嗰個蘇跑嗰個剃刀型嗰個樣嘅。啊，個鹹蛋黃，我手機影唔到，日落幾靚，嗱，好多人喺度影相。至於隔離嗰啲屋苑咧，依幾個咧係九龍最貴嘅四小龍屋苑嚟。有啲名字我唔記得咗啦，有個叫做大家見到嗰個依家嗰個咧，好似巨人咁兩隻腳嗰個咧，叫海旋門。海旋門就係呢個貴區嘅第一個嘅屋苑，有洋日居啦，隔離仲有嗰兩個我自己唔記得咩名啦，因為我就唔係呢啲有錢人。總之呢個成塊地皮係呢一邊嘅重點發展嚟，差唔多2005-2006開啟動呢塊地皮。係啊，住低度嗰啲都有錢人，同埋好多大陸人啦。嗰陣時大陸人就買依幾個屋苑嘅，即係將啲人民幣黑錢咧換港紙嗰啲白錢呢啲合法建築物。咁呢個停車場就我以前同啲朋友揸車嚟食飯嘅，就係呢個停車場。香港嗰個夜景個海係幾靚嘅。可惜我可以同大媽觀眾講，只不過得翻個表皮個外殼，香港已經沉淪咗 ，dead already。